一直在吃啊。这只是什么？不晓得。所以它在喂东西哦。刚才有一只鸽子吧，有一只不是那个母鸟还是谁？就是有有，它刚才抓一只回来啊，在抓到那边去啊，抓到那个柱子那边。然后就是小的飞过去了，哇，弹出来。有啊，有一只小的飞过去啊，等它先处理完再吃的，就是可能它们现在已经够大，会自己出来。哎，你看有啊，有看到脚了，把那个冰根啊，这里鸡爪，很多鸡啊，鸡爪。五谷鸡爪，五谷凤爪。他在吃吃鸟，吃鸟哦，他该抓的那个鸟。对对对。啊！我现在挡住没？啊！哎呀！他在吃饭。哎。啊！你看，哎呦！血腥的吃饭。然后血腥的吃饭。他们也不用先不用先。Oh my god！ 他如果小时，那一个月前他不会拔，你看那个母鸟会帮他拔掉再带回家，现在直接丢回去，他自己会拔。很好看，我都要写给你。放下，他在拔羽毛，他在拔他的猎物的毛，真的啊，好厉害哦！那只母鸟在春节时候，好饿哦。就是他妈妈让他自己吃，你知道吗？他妈妈把东西丢着，他等于就走掉了。他说之前他不会拔，妈妈先拔。另外挑剩下的来挑回去。哎，真的这个角度真的看得到哎。哦。哎，那边有那边有那两只神雕侠侣。这好像是鸽子。前面我们这几个你看到？对，它是然后掉下去。啊！掉下来！哦，啊！你说怎么掉？没有掉下来。那掉下来啊！哦哦，掉下去。掉到了、哦、它掉起来把它掉就掉起来了是吧？对，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，我知道没有，它掉下来还有水果就掉了，是啊、哦、它从洞就掉下面那一层 哦掉下面那一层而已，它一直可是有一只有抓东西飞过去，对啊，那边飞过去、它妈妈飞过去啊，七只我见了过，上面有鸟。我就是啊，镜头就本来就。哦，你快叫。我镜头调了阿古那嘞。相关遐个。我前一天，我做生意。哦。有啊。有啦。你来这家对吧？哦，你来这家有。看新闻。我看新闻的，哦，新闻那本。你帮我看新闻。是你外婆啦，阿奶奶看袂到。阿你做官嘞相关吗？我到几只鸟？有哦。你讲什么？对啊，你打开，很多问题。电来啊，那个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别讲话，你讲话有录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你讲不要我。啊，这个这个这个。啊，你
来在写写小鸟的。它母鸟在喂小。哦。他们吵在那边。哦，吵在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还要去。OK， 收工回家。现在几点？5:21。